新品关注不会迷路，大家好，我是龙哥哥。第五人格中的红蝶，它的特征是有个般若脸。般若脸女鬼像是灵体又像是女妖，因为般若脸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是活人因为度化而直接变成头上长角的鬼。但网易游戏中不止红蝶一个般若脸，在阴阳师的游戏中出现了四神御苑般若。御苑般若的故事非常凄美，而且还牵扯到阴阳师里的般若美少年。这个妖怪小男孩般若长相丑陋，却遇到了一位不嫌弃他外貌的少年，他把少年当最好的朋友。可是少年长大成家立业后，与般若渐渐疏远。般若在某天意外得知了残酷的真相，最好的朋友说，那个恶心的丑八怪终于不来了，都缠了我多少年了。般若悲痛不停，撕下自己的脸一层又一层，最后变成了美少年的模样，原先的脸化为了面具。化身美少年的般若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遇到了另一位饱受恨火之苦的妖怪正秀之灵，于是般若将面具赐予他，与他达成协议，助他复仇。这就是后来的御苑般若了。御苑般若身后的妖物是海岛上的富上神，掌管着海上的宝藏，被他认可的至诚之人可获得宝藏的线索。一名水手曾经得到他的认可，但水手榜一米告诉了心怀不轨之人，那些人找不到宝藏，最终烧毁了小岛，破坏了富上神的衣冠冢。怀着对烧毁小岛的人的仇恨，他选择与般若成为伙伴，一起复仇。般若美少年的般若面具由来是因为友情的背叛，红蝶般若脸的由来是因为爱情的背叛，御苑般若的面具由来则是为了复仇而同般若达成协议。网易游戏中的三大般若在摘下面具之后，颜值都是非常出众的，当然故事也都很凄美。上西瓜视频关注龙家猫咪，每天龙哥哥都会和大家分享我有趣的养猫日常，记得点关注哦。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点击关注哦。